传说，一度荣耀的强者，如今灰飞烟灭。不朽的太阳骑士和混沌的红巨龙都太过于强大，无法彻底的消灭对方。而火必须延续，所以骑士与龙决定打一个赌，一个奇怪的赌。说真的，骑士为一个女孩屠一条龙，这种奇怪的故事能流行起来，我怎么都想不到。这就是只有半条龙，半个脸，一定更奇怪。谁知道？是光还是灰烬？我会成为完全的人，还是把世界烧掉？乱七八糟的，打的手都疼了。